最近有团体在西环坚尼地城举办市集，卖手作、食品、宠物用品等等，可以 shopping 之余，更加提供少量小食。入夜之后，就好似台湾夜市咁热闹，挂住喺台湾行夜市嘅大家，可以先去西环海滨行一行，过一过旅行嘅瘾。Thank you.